CP 玄彬孙艺珍修成正果，神仙眷侣组合让外界超级关注，他们也是争相报道。不过小两口对于婚礼细节相当低调，除了宣布结婚消息，其余皆未透露。对此，曾经有相关人士爆料，双方原定婚期将在3月30日举行，并在华克山庄首尔大酒店举办。不过今天又传出新的日期，根据韩媒 Star In 报道，玄彬和孙艺珍3月10日宣布结婚时，仅告知婚礼要在3月举行，并未透露确切日期。虽然有报道称婚礼在30日，但其实婚礼是31日举办。考虑到疫情严峻，婚礼采取不公开方式进行，预计只邀请双方家人及亲朋好友，举行200人以内的户外婚礼。对此，究竟何时举办婚宴，玄彬所属的公司表示，关于结婚典礼的日程无法确认，请大家体谅。而孙艺珍经纪公司则回应，因为是艺人私事，很难确认，双方对于相关细节守口如瓶。虽然玄彬和孙艺珍两人对婚礼始终保持低调，仍有不少粉丝兴奋倒数。